第38题，38、39题是题组，有甲、乙、丙三个物体，其质量与体积如表所示。若三个物体投入水中时，皆可完全没入水中，请根据此结果回答38、39题。第38题是问甲、乙、丙三个物体的密度大小比较为何？这个是上学期的内容，密度的做法是质量除以体积 ，D 等于 V 分之 M， 所以我们的甲。它的体积是40，质量是160，所以算出来是4。那么乙，它的体积是50，它的质量是130，所以算出来密度是2.6。我们的丙，它的体积是60，它的质量是180，算出来是3。所以我们发现甲最大，然后是丙，然后最后是乙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，甲、乙、丙三个物体的密度大小比较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大于丙，大于乙。